惊讶吧，就是想说居然有这个机会，然后能够跟着一军的学长们，然后打这次的季后挑战赛。心情哦，其实跟前面差不多，就是其实不会到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照着一般的那种感觉走而已。因为今年才打六场例行赛，就跟着学长一起进，那你就自己现在状况调整怎么样？从流感回来，其实打击的状况在最近这几天调整的其实还不错，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下去打的话，就是希望能够就是保持好的状态，然后把球的品质打出来，然后降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有看到这个，就是还是顺其自然，有机会下去就是把握机会嘛，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在场上有好的表现这样子。那今天学长或是教练有跟你说些什么？有吧，他们有问我说有没有很兴奋还是什么样的感觉，然后就是说还好，就是一般般吧，就是照着平常的样子而已。不然在场上场下都是希望可以，就是自己也有在名单嘛，就是希望能够尽一份力吧，然后帮助到球队。